农村大席菜红烧肉不一样的做法。从娘入国，现场做一个红烧肉啊，下入花椒大料，辣椒酱是吧？加入一罐辣椒酱，蚝油啊，这个是蚝油啊。这个是海鲜酱，炒出酱香味儿，还是加水啊？干碗汤的五花肉下锅，加上点味极鲜，加上红烧酱汁上下色。红烧肉出锅。